总统蔡英文抵达白沙屯，拱天宫信徒热情迎接。总统好！18号，白沙屯妈祖即将出发进香，南下北港朝天宫。起驾前，蔡总统先参与敬教仪式。在现乡。起驾前敬教由国家元首担任，可见慎重。这也是蔡英文任内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参加活动，今年报名信徒人数也更胜往年。我啊，注意你搞个红枣桂兰啦，要来参加哈。咱这么多人要来做，咱也妈祖的其他了哈。那我嘛是啦哈。我要直接恳求妈祖婆接手来保庇咱台湾那个部署。白沙屯妈祖进香为期9天8夜，要前往北港朝天宫，来回400公里。起驾前，蓝绿白政治大咖都来了。妈祖也很多人，因为台湾的这种妈祖绕境很多了，每一个都很多人。也祝我们这一次的绕境活动圆满顺利成功，也祝我们所有的信众一路平安哈。妈祖信徒多，跟着粉红超跑一路南下的信徒，今年更将冲破18万人，魅力无法挡。这妈祖政治学也成了政治人物的必修学分。民视新闻许嘉诚、李博景、林子祥、苗栗报道。